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族群，但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会觉得动物是最弱势的族群，因为他们并不会帮自己争取什么，他们也不会讲话。之前我们本来是想要当个人中途，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个人中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曝光的管道跟平台，所以其实到当个人中途的时候常常就会卡住，然后没有办法再帮动物找到家，也没有办法再帮助新的流浪动物。刚进到没多久，然后预防针打了4天，所以要再观察一下。后来刚好遇到这间房子，然后觉得咖啡店跟老屋是蛮受年轻人欢迎的，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应该是要一直往下一代去延伸。所以后来我们才有这个想法，就是要结合一间咖啡店，让大家都可以轻易的进来吃一些简单的餐点，然后最主要来这边与流浪动物互动，那这样子来增加领养率。观众大家好，我是郑朝芳，欢迎收看《鹿舌碗很大》。或许呢，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流浪的动物，您是不是也很不舍？这个日久啊，就会变成了一种社会的问题。那么我们常常在想说，现在有很多的社会企业，都来自于民间的力量，他们想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用自己的方式。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两位来宾呢，他们共同创办了收容这个流浪动物之家哦，也是希望可以朝永续的社会企业的方式经营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两位共同创办的人，是浪浪别哭的谭柔，谭柔你好。你好。还有宪宗，宪宗你好。宪宗你好。好，在我们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进行快问快答，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好了。好，要怎么样来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要结扎，然后要不放养。领养前要注意什么？领养前要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对他们办法对一个动物的18年负上责任。领养来的动物好教吗？要看情况。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跟小孩一样，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为什么会经营咖啡店？因为大家都去过咖啡店，但是却很少人踏进收容所。可以收留几只猫狗？现在都是收留3只狗、5只猫。平均多少天送出一只？5天可以送出去一只。为什么不收品种的动物？因为米克斯最多流浪的动物都是米克斯。送不出去的时候怎么办？送不出去的时候要想更多不同的方法帮他们写故事。浪浪别哭的理念就是在市中心建立一个收容所。用一句话来形容您的咖啡馆？这里让爱不流浪。这么浪漫的想法哦。我想今天呢，两位是代表这个社会企业的一个族群哦，要我们来谈创业，我觉得非常的棒。那先来谈一下哈，目前台湾的狗园还有收容所，我们知道狗园可能是比较偏向于私人的，那么收容所很像是动物之家，比较是偏于公部门的嘛哈。那么所面对到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面对到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狗园的话，他们是没有一个获利的管道，但是流浪动物这么多，他们常常会接到很多人的求援，说要请他们收流浪动物，但是收了以后他们越收越多，然后狗也送不出去，然后又开始有这个就是没有款项进来捐助他们的问题，所以其实有常常就会变成这样子，收了一堆狗，但是只有几个人在照顾，然后但是他们又没有收入，
就会变成这样子的窘境。然后台湾在从北到南各处都有非常多这种爱心妈妈开的狗园，对，其实生活很困难，这样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永续的循环经济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有三位来宾，对不对？另外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班班，他现在非常的好奇，在我们的摄影棚哦，在寻觅一些宝物，对不对？班班来，班班，班班来，对啊，班班是我们第一只啊，到我们的这个浪浪别哭的啊，这个中部的一只狗狗，对，那。这个故事其实也蛮感人的哦。它是第一只狗，然后你们就舍不得。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提倡的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对，然后能照顾好的动物数量，我觉得也有限。所以其实我们本来想说，我们这样子两个人再加几个员工，我觉得我们可以照顾给他们最优质的照顾，把他们教到最好，然后送给别人，大概就是这个数量，三只狗，五只猫这样子。本来一直都没有打算要收自己的狗，全部的动物都让给流浪动物。但是其实当中途，我觉得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跟这个动物有感情了以后，要送出去其实是会很舍不得的。那其实斑斑就是来我们店里的第一只，然后第一只我们就送不出去了，对啊，太有感情了，对啊，就尤其是第一只，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更有感情。对，我们现在浪浪别哭是在什么地方？听说是在市中心，是不是？就在台北车站金站旁边哦，台北店。那现在台中也有分店。我们一般而言哦，听到这个收容所或者是狗园，都要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才有办法达成。对，那为什么这么有这样的想法，要把它放在这么精华的地段呢？因为其实宠物店开的到处都是，对，让大家都很好到达，但是我们在提倡领养，但是却要领养的地方都这么远，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才会想说，我们要在市中心开一间，动物数量不用大，不用多，然后给他们最好的照顾，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到达，这样子才能真的提倡领养。所以某种程度就是想要唤起这样子的价值，结果呢，两位真的超伟大，结婚了嘛，对不对？对，我们刚结婚三个月以后开这间店的，对，就把购物的基金，购物啊，不是购物啊，我拿来做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哇，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到很伟大哈、啊！为了这些猫小孩们，让他们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棒的中途之家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我想斑斑现在正在我们的摄影棚里面到处的去找寻他有兴趣的事物哦，就像是一个好奇宝宝一样，真可爱哈、哦！我们等一下再找他一起来录镜好了，因为我们摄影棚其实还蛮大的，他现在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好，我们持续的来谈哈、哦，你怎么会下这个决定说啊，我就把我的一般人就觉得说，我可能拿这一笔钱去做。购物，你们原本是觉得是要购物，或者是想要去做创业啊，但是怎么会想说我要来盖一个中途的永续之家？因为那时候结婚本来要买房子的，然后也存了一阵子的钱嘛，准备要买房子，但是就后来觉得其实房价是很不合理的，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买一个房子，然后去把可能往后的人生全部都绑死？那我觉得没有意义啊，那不如拿这个钱来做就是真正想做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其实觉得对动物一直都是很最有热情、最有热忱的，是，对啊，然后所以才会想说就拿这个钱来做这件事情。对，结果斑斑就变成了班长了，他是一只可爱的米克斯，对不对？对。但其实你也说不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品种，所混杂而成的，你不清楚，对不对？但是就是充满了这种爱，这种舍不得，而且是两位都很想做的事情嘛。他太太比较想做，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也蛮喜欢的，但以前没有想说要照顾这么多。对，但是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很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对，因为流浪狗、流浪猫可以去的地方其实很少，对，所以我们在
想说如果有这样的地方可以提供他们暂时庇护的地方，又可以给人家领养。嗯哼，他现在对我非常的有好感有兴趣，他是不是想要来跟我他想要你给你摸？对，他想给我摸，对不 对, 對。其实我们常常会讲说好像这个流浪动物不太好受教，有这样的迷思会吗？不会、嗯、我觉得你应该是说幼犬跟成犬的差别啦。嗯，对啊，幼犬就像小孩子，如果从小教他会比较好塑造。对，那成犬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嗯哼，对，如果要调整回来的话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但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的。嗯哼，就是跟养小孩一样，都一定有方法可以把他教好的。对，是，所以哇，他开始习惯这里了，而且开始跟我们融为一体了。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刚刚我们的先生也讲说太太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你也支持他，但是呢您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开一家咖啡店，所以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是吗？对，因为其实以前做广告做设计，对，就是广告跟设计业的人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开一个咖啡厅。 对，开自己咖啡厅。那当我太太提出来的时候，觉得应该可以把两个做结合。嗯哼，对，所以才就马上去执行这件事情。嗯哼，而且我们在过去的印象当中，所谓的狗园或者是收容所，哈，即使短暂的中途之家，都要很多的这个栏杆啊，一格一格的。但是刚刚看到，透过我们的影片看到有没有？哇，现场却是很有气氛的咖啡馆。这个很棒哦，这个构想很好哎，所以很多朋友哦就来喝咖啡，喝一喝就看到自己心仪的小孩，哎，就带回去了，有没有这样子啊？嗯，蛮多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在塑造的是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对。然后狗狗就是很自在的，就是在或猫在就是很自在的在陪大家用餐。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狗跟猫真实的个性，不要说只是光凭外表就把它带回家，其实我觉得那个会造成弃养或者是退养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跟小孩跟人是完全一样，他们都有自己很独立的个性，不能光凭长相去领养，那个都很容易造成就是弃养。嗯哼，对，所以为什么弃养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光凭长相真的是不行的。对，是一份责任。对，其实就是一份责任，不管是你从最初的开始饲养，到后来你决定去领养，这就像是真的就像是孩子一样，他们是生命哈，是我们很重要的伙伴，是家人了。嗯，好，那我们很想要理解的事情就是说，一般我们透过很多的资讯都知道说，这个狗园就是大巨量的爱心，而且大家很多就是说你很多人捡到，或其实有些哈、哦、根本就是饲主啊，哈、哦，对，他们就是说我捡到了，其实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把它抱过去了，对不对？哇，这个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哈、哦。我们休息一下、哦，持续的我们再来听两位共同创办人他们如何用“浪浪别哭”来倡导一种不要弃养的理念。一个月之后就遇到波波了，然后波波进来就启发他们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很可怕的状态，两个开始会共同去做很多坏事，例如说像把沙发咬成这个样子。最可怕的是例如他有一次是把家里咬了10公斤的糖面粉，把家里撒的到处都是粉，反正我呆神，我不怕，听不怕，就我呆神一吸的当下，呆神整台 Soki 他就坏掉了。天哪，他们这样子破坏，其实对于经济方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买一套至少要几万块吧，就是有点超过经济许可的状况，所以又有点吓到。我以前都是养狗养习惯，其实猫很简单，对。然后等到我真的领养它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没有想象中那样。因为一开始它睡觉的时候，它会不安，它
它早上很早，有时候4点、6点会叫我起来喂它。然后你如果不起来的话，它就想尽办法吵你，踩我头发，狂奔在那个房间里乱尿尿。然后那个时候我后来也被搞到那个就是作息其实有点乱，之后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我觉得这有点像我最近在做生意的心态一样。有的人做生意为什么一做一下就告吹就失败了？因为就是想说遇到困难就想说，哎，好痛苦，我干嘛不去做以前的事情就好了？我干嘛把狗退掉，我就留原本的狗就好了？因为你只要把狗当成小孩，你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接受。当小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说，他毕竟就是小朋友，所以他还在学习，他有那些状况，那也只是过程而已。为什么会这么想要积极参与你们的活动啊？社团、LINE 群组上面可以很快的接收到你需要的资讯，或是你不懂的东西，你丢出来，你可以遇到很多帮助。就像我这样也是经历过之后，别人有所类似的经验，家里被迫成这样，怎么去调试你的心情？那我在那个社团就是发问，他们就给我各式各样的解答，然后我就去想，原来是后来是猫砂问题。换了猫砂，发现它就比较 OK， 它也让我发现就植物晚睡，改正到这个毛病。然后它慢慢其实跟我们住在一起久了，它的时间也就固定，所以我就觉得是前面的一个磨合期。那我们遇到想要退养的念头的部分，最主要都来自于情绪。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你养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你就是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成长的阶段很快，他们最可爱的状态是短而已。我说你疯了，你还可以跟照片那样比耶开心呢、啊？因为我是想要让我这段时间过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照片是觉得哇，好怀念当时，这以后会变成我很美好的回忆。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一位很可爱的小嘉宾哦，他等一下还会持续的在我们摄影棚里面去来逛街哦。我们还想谈刚刚的话题，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狗园的主人，他们到最后都会无以为继，好，可能这个环境都会因为没有经济的来源，然后他们必须要一直一直的付出，那总会有灯尽油枯的时候。所以如何把它变成是一个有永续性的可能，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我想来谈一下两位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有机会可以创造一些经济的价值，甚至是永续的可能。因为其实像狗园的模式，我觉得他也会遇到他收了很大量的狗，一定很多狗就找不到家了，对，因为他们可能就会放着嘛，然后他们没有曝光的机会。那我觉得在我们这边，我们虽然收的数量不多，但目前为止就是经手也这样子，大概也送了200多只，成交量很高就对了。虽然说比较慢，但是我们一只一只的是全部都出去了，对啊，是如果进狗园的话，它大部分的狗就是没有办法。就可能找不到家，就只是在那边，有东西吃，然后不会饿死，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对，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用这样的模式，也是请大家，其实我们有80%的客人都不是真的来领养的，但是他们是支持我们这个理念，还有知道其实来这边消费是可以帮助我们营运，然后让我们就是努力的可以帮这些流浪动物找到家。所以其实我们说这样有八成的人是关心流浪动物的，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养了，或者是不适合领养的，但是他们用他们的就去消费，对，他们用他们的消费来支持我们，这也是很棒，对，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去推动那20%的领养这样子。哦，对，所以20%领养，可是我觉得这个20%的领养也很重要，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让这个就可能。他们这一个族群应该也是比较不会弃养，对，那怎么样去把你们理念再告诉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因为像我们3年来都非常用心的在经营社群，然后我们在社群里面会一直有大量的在宣导，就是怎么样是正确的观念，怎么样的人可以养动物，怎么样的人不应该养动物。你会把关，会把关，你会领养者把关，然后我们也会筛选，然后我们也会做家访。
我们也会去做家访，去看环境，对对，看环境，然后认识他们的家人，跟他们聊天。所以其实不是像宠物店那样子的方式，是你可能付一笔钱就可以把动物带走。其实那对于一个生命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冒险的，对啊，不是每一，我觉得不是，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养动物。所以领养者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一定要满25岁。还有呢？然后还有基本上就是全家人都是要同意的状态，不能有人是反对的。对，因为这是全，我觉得养动物是全家人的事情，它会影响你们全家人的生活。然后再来就是绝对不能放养。对，你一定要是养在家中，然后也不能养在阳台。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到时间一定要结扎，然后也要回报给我们知道。所以其实基本上是这些条件。对，就是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然后会知道他们以前养动物的经验啊，后来那个动物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如果他们观念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会用聊的。像我们有遇过有领养人，就说他要把他养阳台，然后那可不可以不要结扎，他想要让他生他的后代。我觉得也不是说这种人就不可以，但是我们会去跟他小以大意，跟他说为什么不能养阳台。对，为什么不能养阳台？因为其实狗很容易热衰竭啊。对，其实养在阳台它很容易脱水，然后很容易就会热死了。对，然后可是很多人养在阳台哎。对，但是其实这样是对动物不好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要先去聊他为什么想要养在阳台。大部分人是因为说，例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不在家的时候，我怕他搞破坏。对，其实这是有其他解决方案的，不是用养在阳台去解决的。对啊，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教导给我们的领养员，我们都来进加入以后，我们就加入设一个社团，都会有系统去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教养的问题。嗯哼，对，其实很重要，对不对？对，当我们在决定要养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供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话，那还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想被陪伴啊，对啊，或者是一时的一个喜欢啊，那造成这个生命的他可能就会，其实有时候这个宠物啊养在不对的地方，还会有心理方面的可能很忧郁啊，很暴躁啊，对，这都跟饲养的环境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做了这么严格的把关，那这些领养的这个饲主，他们买单吗？因为其实还听起来还蛮麻烦的。蛮麻烦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认同我们的理念吧，也支持我们，也支持我们做的事情。是。对啊，所以他们愿意。当然外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很轻易的领养到动物，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来跟我们领养，所以其实我们的领养人都真的算是还蛮优质的一群的。是。对。而且还有还有一件事情要去突破，因为基本上几乎都是成犬的，对不对？有成犬，有幼犬，都有幼犬。对，我听好多我自己的朋友，他说在养一些动物的时候，要从幼犬的时候开始养啊，会比较好教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有这样的迷思，这是迷思吗？跟我们领养人讲说，幼犬非常可爱，但是幼犬它的破坏力非常惊人，因为狗会有那个啃咬期。我们领养人的家常常都是沙发整个被咬爆啊，然后回家就是跟刮台风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养之前都一定会拿这些照片给他们看，说你们可能会经历这些问题哦。然后但是这些问题是随着时间会过去，还有你可以有一些方法去减缓它，我们绝对不会让它只是因为这只狗很可爱，一定会很理性的告诉他可爱的背后有这些问题。那领养成犬的好处就是他个性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得到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然后他不会有那些搞破坏的时期的。对对，所以也是说有一些迷思啊，我们来去把它，而且还有一些你知道养幼犬真的会变刮台风，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饲主就把它虽然养在室内，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其实也蛮可怜的。对，所以其实有没有什么呼吁？养动物之前真的要去了解这些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来跟我们领养是好事啊，因为我们之前面就会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真的全部都预想过，你真的可以你再养。对，所以是要在屋子里面放养。对，在屋子里面放养这件事情很重要了。我们也很清楚的说，这个拉登别夫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说比较不接受的是品种的动物，这个理念是为什么？这个理念为什么？这个理念，因为其实大部分在收容所
在狗园里面那个需要被帮助的狗其实八九成以上应该都是米克斯。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帮助一些比较需要帮助没有优势的。那假设我们今天收了一只品种犬进到店里之后，会发生一个问题，可能它会抢掉那个一般米克斯的风采，就是大家会想说，那哇品种犬好可爱，大家都来看它，然后可能会丧失掉我们原本的宗旨，想要帮米克斯找架这个宗旨。我了解了，所以还是这个在做弱势族群里面的最弱势。对，算是。所以我想哦，这么有爱心，然后也把这件事情呢做得这么到位哈，我们来谈一下经营的成果。刚刚有谈到说已经送出去了，媒合了几个家庭了，应该220几个吧。哇，这其中一定有很多很棒的故事，有没有什么让两位觉得印象好深刻哦？宪宗先来说好了。印象深刻，对，之前有送出去一只他很害羞的，然后其实他在店里都会躲在我们就是店员或是我们自己的旁边，但是所以他被看到的机会其实很少，然后其实他也被饲养过好几次，但是最后都被退回来，因为太害羞了，太害羞，然后或者是可能对方家庭有狗狗但是不接受他，他是猫咪、狗狗啊，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也会现在也会去评估说家里有一只狗要再养一只的时候，也会去跟他们聊说当有两只狗要进入生活的时候，也要去思考说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体型大小是不是可以继续生活。但是后来最后他被领养是因为那个家庭他愿意去接受他的个性，然后他家里其实有另外一只狗，他就说因为人跟人相处都需要时间的，那狗跟狗相处也是要给他们时间，不能说他一到新环境可能两三天就打翻他全部，就说他可能就是不合，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需要给他时间去适应。害羞狗狗他个性的展现如何展现害羞？他就是一直躲着，对，还是比较畏缩一点的，比较不善于跟人群接触。他绝对不会像斑斑这样，对，不会像走来走去，他可能会一直窝在，从头到尾都躲在一个地方。他会找一个最安心的地方，希望别人不要看到他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啊，对，有这样蛮多的。可是我觉得很可爱哎。对啊，那所以就要等这种人呐、啊。对啊。就什么狗都会有人喜欢。真的啊，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啊，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等着我们去跟他分享、跟他玩啊？而且就像是，其实有这也很像人哦。像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不太想要搭理别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一个很安全的、自己觉得很舒服的空间，在这边听听音乐也好，或许我们就有共通的个性，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主人啊都会有找到自己心仪的这个毛小孩啊齁，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是个性类似的，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然后众生平等，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齁。休息一下，我们持续的再跟浪浪别哭的两位创办人一起来聊。聊他之前是因为做电影的关系，在逛夜市的时候跟有一天宠物，其实没有想太多就把它带回家了。之前想到一只大型犬，然后毛茸茸的狗，那时候就开始找嘛，对，然后我都没有做任何功课，我连照片都没有看到，然后我就约好时间，我就从台中开车到屏东去载他。被养两个月之后才发现他的阿基里斯腱做问题，发育不健全，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会跟一般的狗不一样，六七岁他可能会知道怎样走，他看一次病就要7000-8000块。我现在每个月都给他吃狗粮，都要吃1000。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养他。然后去载他的时候，他是绑在车处，缺乏运动，缺乏照料。主人看到我来就很开心，就把他的行李打包完，不到20分钟我们就回城，然
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交代，感觉出来他主人对他就是已经失去耐心，没有坐公车的状况，大概是吃尽的苦头。那时候他其实是很多行为偏差。第二天我要出门上班，然后就发现他会大叫。那时候来的时候有突然的习惯，分离焦虑症，暴冲就没办法出门上班。我就坐在床边想说，要不要把他送回去？像我们家两只浪浪猫都从来都没有生什么习惯病，我自己也才了解说啊，原来收容所浪浪的环境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有蛮多街上的狗狗，他们都很可以在流浪，应该要把养狗的精神花在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狗狗上，而不是说找自己的喜好一样。发现我们租的楼下有一只很脏很脏的狗，旁边找处理师。带回来洗好澡整理好，应该也可以像妹妹这样帮她找到好的领养。她一开始因为没有送养管道的时候，只敢捡品种犬，而艾米克斯没有人要。他们在外面无依无靠的时候，其实是很无助的。不管你想养怎么样的狗，可以先在养狗之前，先去多认识狗狗。一开始我是觉得好看，那但是后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两个就是在做伴。养了尼克斯之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忠心，然后很好教。尼克斯就强壮多了，没有这么多基因的缺陷。他们不是品种犬，可是一样让我们很开心。但尼克斯他们是没有受过那个蓄意的繁殖哈，体型、鼻子长度非常适合台湾的环境生存。其实我们在意的是他们的外形，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他长得很可爱。当你真的养了宠物之后，你根本就不会 care 他长什么样。像你自己生的孩子，你不在乎你的孩子到底长得圆的还是胖的，爱狗不是只有爱你手上那一只。其实如果你针对品种去认养小朋友的话，那么名贵的品种肯定是大家的首选。认养小朋友一定要看缘分，并不是说你已经心中设定好，我今天我就是要黄金猎犬，或者是我要米格鲁，或者是我要什么。去现场了解了每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你当下你被他打动那种真实的情感，还有真实的缘分，去做一个选择。持续的，我们的来聊的是流浪动物的中途之家。哈，我想，这听起来好像是谭柔你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先生啊，也就是宪宗，他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对，好，而且呢，他不只是精神上的支持，他是实质上的支持。你们一起共同经营这个空间，我想这个空间非常的特别哈，里面有咖啡的，然后有自己可能还做了一些广告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把流浪动物的中途之家以商业的模式来经营，然后有盈余再去回馈给公益的团体。我想这个善的循环，循环经济是很棒的事情，大家都很认同。那目前盈余多少，然后会捐给什么样的团体？我们每一个月的盈一定会抽营业额的3%去捐给帮忙结扎流浪动物的团体。对，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处理源头的问题。流浪动物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没有结扎，然后一直在生。一只狗一年可以生3次，一次就可以生3到10只，这么多。然后所以结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开店3年，每一年都每一个月都有在捐，这样子其实算一算也是帮助也有上百只流浪动物做结扎。那这也都是因为消费者来支持我们，然后所以他部分营业，其实所以来我们这边消费不只是帮助我们营运帮流浪动物找家，也是有一部分也是去帮助流浪动物做结扎。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结扎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流浪动物比捐一顿饭给他们吃我觉得还重要。对啊，因为那是很源头的问题。听起来两位真的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热情，不只是治标还治本了。所以两位常常跟你们的斑斑啊，他叫斑斑，刚送来的故事是什么样？我们刚找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他以前是在一个公园里面流浪，跟另外一只流浪狗。他以前有带，也是有带项圈的，应该是
那他跟另外一只狗应该是一起被丢到那个公园去，然后结果那他是有一个爱妈来捡给我的嘛，他们在那个公园喂养这些流浪动物，然后他本来也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收这些流浪动物，所以只是去喂他，就帮他结扎，对，就帮他结扎，然后喂他，会给他东西吃，让他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个遛狗的主人打斑斑，然后把斑斑的脚就是打得有点白卡，所以他觉得他后来才觉得他太亲人了，因为他看到人都会自己靠过去，然后太友善了。像这样子的狗其实不适合流浪，对啊，比较适合有一个家，因为他完全没有警戒心，会保护自己，对啊，所以他就把它捡起来，但是捡起来放在一个洗车场，他们开一个洗车场嘛，放在洗车场放了两年都没有送出去，对，后来才遇到。后来我们开店，然后他知道我们开店，就把他送来给我们，就变成我们的第一只。后来我们就留下来养。啊，第一只就是最幸福的一只。对。啊，他后来交了很多朋友，对不对？他很多朋友啊，他好多狗朋友。他们因为流浪的那一段经历，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你们的观察？我觉得他的影响是因为他，我觉得他很珍惜很多事情，而且个性真的非常好。他都会让给别的狗吃饭。很感动哎，他会陪来我们店里等家的每一只狗玩，他都不会排外，所以他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大，就是班长，一个大家长的一个。我自己觉得领养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真的你跟每一个生命碰到的缘分都很不一样，他们每个都很不一样。对，对啊。所以叫做浪浪别哭，其实呢，真的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浪浪别哭里面有一位班长哦，他就是用一个最宽阔的心胸去欢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暂时的家，但是给他们最棒的回忆，对不对？他就很好的小帮手，他其实是大家长一样哦。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哦，持续的再跟浪浪别哭的两位共同创办人来聊。Love is blind, I can't see, is it black or white? Are we lying? There's a line, we will either cross it or stay behind. 他刚来的时候就是完全是很怕生，而且超级怕人。
了在实体的店面蓝莓和饲主还有流浪的猫犬之外，事实上也有在网络上面透过很好的文章哦。其实哦，好像还是要需要写一些文章来做，我们不太好意思，不太想说是行销啦，就是说这个感人的故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流浪的猫犬他们的也是身世也好，或者是一些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也好，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那这个是谁主要在负责的呢？那块是我主要在负责的。对。那写这些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把可能要透过照片，其实就是每天要跟他们生活，然后要去观察他们的个性，然后把他们的好的地方跟特别的地方去讲出来，要让人家认识他们，然后对于他们这个开始有情感的投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因为他们不然他们的其实米克斯就是没有长相的优势嘛。对啊，所以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哎，他有哪里特别，他有哪里好，然后去帮他找到那个媒合。所以不管是用照片、用影片、各种媒材，然后就是帮他们找到家为止，这样子。哎，奇怪，我们常常说混血儿很帅很美，其实我觉得米克斯超可爱的、啊。对，他们有他们自对都独一无二，都有自己的特色，对不对？对。嗯哼，所以其实会去做领养的这些饲主哦，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啊？特质哦，嗯哼，他们通常都是属于哪一个年龄的阶层？跟我们一样的夫妻蛮多的，年轻夫妻嘛，年轻夫妻啊，对，蛮多的。反而是年轻夫妻比较多，我以为都是比较多，可能是自己的孩子大了也有，但是我们的领养人跟我们一样的是最多的。嗯哼，对，就是吸引力法则。刚结婚，然后有自己的房子，可能以前不能养。对。然后当有自己的房子以后，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以后，会想要养一只动物，然后有自己的小孩以后，会希望动物跟狗狗一起长大这样子。对，还蛮多领养人是这样子。对，刚刚我就想要问这一题的，就是说当。有时候很多，其实哦，很多毛小孩被弃养的原因有很多，那其中也有一项，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出来了以后，好像在照顾上面，我们不要说他，当然呢，这个有些有时候可能是空间上的问题啊，有时候可能是经济上的问题了，那我们都不清楚，那始终就是发生，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孩子出来之后，他就弃养，这其实就是领养前没有想清楚啊。因为其实一只猫狗就是要活个快将近，搞不好是现在是20年了。对对啊，本来就是应该在领养前，它会陪你经过你人生中的20年，可能就是从小到你结婚，搞不好到你50岁，所以我们都会请我们领养人一定要去设想这整个过程，你到底能不能对它不离不弃？如果不要，你只是想要摸摸狗陪。玩玩猫，那你可以来我们电影当个客人坐一坐就好了。嗯、那你就不适合、嗯。对啊，所以其实养动物之前真的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很重要。没有人逼你们养，但是养了以后真的不要对它负起责任。嗯、对，其实我想斑斑哦这么的亲人，然后呢我们又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咖啡厅的氛围，它也像是一个家。好，我们可以透过 VCR 看到有沙发，然后有一些椅子，就把《浪浪别哭》当成自己的家。当你想要跟动物做亲近，其实有时候动物治疗也是很棒的事情。我们就造这个空间然后消费又有盈余，又可以再帮助这件事情，然后也疗愈了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也让这个斑斑啊，或者是其他的流浪的小动物们哈。他们在我们身上得到了一些温暖慰藉，我想这就是多赢，这就是社会企业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啊！两位带来这么正面的，带来这么棒的事情呢，我们听了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也谢谢你们来到鲁蛇湾很大，谢谢。鲁蛇湾很大，翻转变温拿，我是郑朝芳，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拜拜。